开看看。你想象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希望不要笨笨。巧克力的眼睛不会痛吗？会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眼睛痛啊？对啊，你的那个头发插到你的眼睛啊？没有，有插一折哦。那只是看起来像插到而已。哦，很痛，是你的假想。有了有了，不累个了，呜呼呼！哎呦，哈气！哎，哈气哈气！嘿嘿，哈气哈气哈气！嘿嘿，你好矮哦。你有没有被手镯打过？有没有被手镯打过？有够嘴的。你好矮。你有被手镯打过？走开！我在想，我们珊珊要不要制定一些规则，还是怎样？啊、就是随便。珊珊好累哦。不然我觉得就一定是两个人捣蛋的话，会超闷的、欸，超乱，累死。我觉得是累死。对啊，然后防守那个就是一直被扒了。你觉得作者大大觉得嘞？你觉得嘞？对于珊珊有何看法？有什么看法、哦？哈基第一个想法应该是再找两个人吧。我的想法是想说，看在第几阶段之前，限制只能有一个人过界去乱。可怜的孩子，手中拿书啊！对了，那个附魔台我更新哦。怎么更新法？怎么了？你们点那个书后面可以看到多了一个，就是游戏限时60分钟，跟一个附魔台无敌。抚摸台无敌、啊、哦，抚摸台无敌，抚摸台是这敲不掉哦。我真的很希望你那个字体颜色可以换。没有，那个是因为我们这材质包的关系。我那个材质包是看得不清不楚，嗯、看起来那个字会融到那个背景里面去。啊、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，该换了。没有，你选择用灰色的，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。巧克力，你要那个、啊、用橡皮擦擦干净啊。哎呦，限制时间的，好酷、哦！它的限制时间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60分钟，它就是会倒数，剩下一分钟会提醒，然后就、哦、这时候大家就一定会冲出去。算分数吗？对。哇，附魔台无敌，居然还做这种东西！它是其实说，就是原本那个位置的附魔台也还在，只是说可能无敌的话，就变成说我们的那个正音塔正上方，会多了一个附魔台。那个附魔台附近有那个吗？书柜吗？有。啊也有，那、啊、等于是原本的地方根本没差了。对，这样我觉得就丧失了导弹工程站的乐趣了。叫你再想其他的，啊，记错地图名字是不是？导弹工程。哎呀，好，那就设定给巧克力条咯。都，那不然我们没玩过附魔台无敌啊，可以试试看。也是保护区域，所以不会被破坏。对啊。嗯对吧、啊？哦、oh, ，所以书柜也不会被敲掉。对，好，那因为他其实用手中拿书，所以不会被破坏。哎、欸，你从背面看起来好像露肩膀衣服好 sexy 哦。啊哈哈哈！你有被手肘打过？你有被手肘打过？对啊，你们有没有被没有手的打过？对，你的手都不见了。因为我的袖子很长，看不到手。哎、欸，你手举起来，你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举起来，站在那个站在上面，站上面。我要怎么把手举起来？我看你的手底部，我看手底部。没有，欸、黑的、欸，黑的、啊，真的假的？黑的，对啊，因为我袖子，因为我 是什么宅男在拍照的场景？是啊，欧骂嘛，欧骂嘛，看不到、啊。我要看，我要看，因为我人设的是袖子很长，你这样是不是看不太到、啊？他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啊？啊，有人性骚扰，咸猪手，真是。啊，那我们珊珊要有什么特别规则吗？嗯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，我觉得定什么规则。我觉得如果到了第二阶段，每次都是两个人进攻的话，真的是会很太烦了。而且在家里面守的人真的会超生气的，对啊，会超生气。不然第二阶段就限制一个队伍就是一个人，然后就是同样的人，除非你们有说要换人，没说换要怎样说才会换。就是我们同一个通话吧，要换吗？哦，我觉得珊珊不用，对啊，珊珊不用啊，对啊，不用，就固定一个人导弹就好了，除非到了第三或第四阶段可以再看看。呵啊，可以啊，不然我想到我们之前玩珊珊第二阶段都是两个人在进攻，然后一个人防守，完全不用挖矿，完全不用做别的事情了。对啊，超痛，在家里也超痛。下面都没。
然后一个打两个，要打超久，打十个，要打十个。好，我在想下一次，我可能会同样那个模式再做第二张地图。我想把那个地图整个再稍微改过一点，就是像这个这张地图的缺点就是旁边高，中间低，所以绕旁边会很大的优势。嗯，这张地图就是有一个缺点在。那你要做一个相反的吗？中间高，我可能会再做第二张地图，同一个模式，然后变成是第二张地图，然后再加上说，可能像那些什么交易所啊什么的，会藏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哦，会稍微改一下。我觉得这张地图可能会有，就是我觉得有一些，就是反正第一次做地图不懂嘛，就第二次就会好多了。哦，越做越精良。对对对，反正你的测试员很多，就第三次做的地图是完全想测试再就没有问题。第三次做的全部都是水，有没有？玩屁哦，也是可以啊，可以挑地。那什么时候才要有岩浆区？哦，那我觉得也是可以啊。岩浆站，哇塞！我觉得一开始就会有人拿水桶把那边直接把人弄成黑曜石、欸。哎，你不要先这样讲啊！我觉得就是你会这样做、啊，就是你，就你破梗。有人已经想好了，好恐怖哦！是不是好啦，那分队咯。那我们就是第一、二阶段的时候，只能有一个人去骚扰。好。一、二阶段，第三阶段是什么？我都忘了。哎、欸，随机任务。随机任务。好，一、二阶段，随机分队，输了！呀，你给我过来！什么？好羡慕哦！真的，可以是还假的？可以跟妹子一对，好羡慕哦！我们这时候讲，我们这时候旁边有个旁白，就是此时哈基的心中是崩溃的。没有没有，是这种泪洒当场，快要沉默的感觉。我输了！不会啦，他 OK 啦。小飞，我觉得你到时候一定要用那个哈基大崩溃，噔噔。所以我觉得哈基有点可怜，我们让他决定要不要换一下那队友好了。好，大家准备一下。就是如果哈基你觉得你要换队友的话，可以按那个确认。要换队就按确认。哈基，这是展现你男人雄风的机会。哈基顺你了，你看，我们都同意了。哈基，最后决定权在你手上，你看，这不是霸凌吗？可是一开始只有一个人去捣乱，应该不会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吧？对嘛，可以啦。第二阶段，如果你后面有做好因应措施，我觉得应该好吧，应该。那我想要捣乱，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情，好吧？去吧。那我们就给只有单一专长的。讲后续的就不讲了，你懂的。而且反正附魔台已经有保护了，所以等于是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我们那个挖掉好了。我们这边谁要过去啊？我谁想要挖附魔台呢？就交给你飞队。附魔台不用挖，那个有那个保护啊。保护了吗？一开始就保护了吗？所以没二楼啊，没有，是我们家二楼有那个二楼的保护。二楼有二楼的保护。嗯，听起来真是嘿嘿嘿啊！我材质包忘了弄回来。我把石头都给你们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小雨，你在这里。对，我在里面。天哪，哎，又那么好，我也要。我也要。巧克力。干嘛？巧克力。哎，我在这啊。啊。哎，这个人，你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我拿个红萝卜就气呼呼。对啊。哎，还好气哦。还以为你们走了。脾气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不要这样，我跳不上去，我跳，哦哟，死掉了啦！一定是材质包关系。哎，小雨，把那个藏好啦。哪个？那个胡萝卜。还是先把我们那个收好，拿去丢中间。还有中间那边也要藏好。哦，怎么都要藏好？对啊。恰北北。不行吗？是没看过恰北北的女生追男生追到厕所吗？有画面。有追过。我超级做过这种事情。我也做过。超级恰北北。超级凶的那一种。你是原主啊。巧克力又跑进来了啦。你看错了啦。你第一次认识他哦。你干嘛？我拿一下我的红萝卜气成这样。哦。我没水准，实力不能做铁稿，哈、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核心破坏稿不能挖铁哦。OK。哦，
好吧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第一次玩吗？对吧？昨天是第一次吗？欢迎想到有折平，绝望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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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核心破坏稿，那他能干嘛？挖核心而已。对啊，挖核心跟挖石头没有，就是不能挖矿物，其他皆可。哎，我吸个经验就好了，吸个经验就好，乖乖乖。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吸他们的。不是不是，我都问哲平，哲平你在干嘛？我看我以为是敌人，我就吓到跑走了。我跟你一样是同一个颜色的、啊。吓到跑走是怎样？好笑。我跟你一样是绿色的、啊。绿色。风风，你可以定时去吸一下经验啊。我已经吸过了。哎呀哎呀，很会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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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会吸。哦，巧克力哦。嘿，嘿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啊！你不是打得赢我吗？没关系，送你剑。剑也没有、啊，反正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。专注导弹三十年，没错，都过期了好吗？专注不会啦。哎、欸，巧克力跑进去了，巧克力跑进去了。至少我确定干嘛啦？至少我确定巧克力并不是死。哇！爆炸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先帮他捡东西、欸，你先帮他捡东西，你先帮他捡东西。巧克力，哎呦！你要干嘛啦？你到底要干嘛啦？看你做错东西。你看我捡到一堆奇怪的东西，贴贴给我，贴给我，对对。你们有没有？他们在那边分配东西，就浪费时间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把全部丢。好 ，OK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哎呀，我死掉了！哎、欸，你们不是说是小雨过来？不是我啊。哎、欸、不，你们不是说是那个米菲过来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就信了？哇塞！哎、欸，有人在我们家里面，有吗？快！走快！走快！在里面蹲着，不搞到底能干嘛？搞、哦嗯欸、挖石头啊！啊啊！这样子，我真的不想理巧克力耶，就让它破坏的好像很少哎。不过交易所还是可以吗？呵呵。你要去弄我们的交易所？原来是哈基，哈基在捐给我们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小朋友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感谢 Patrick， 哈基你在干嘛、啊？哈基笑太开心了，笑的也太嗨了吧！旁边挖个铁稿，铁斧，给我一个铁稿。哎呦，巧克力这只虫哦！我一直觉得练打架，练打架虫啊！等下我快死了！哎、欸，我一直觉得巧克力小时候是不是都会被老师讨厌、啊？班主任的入侵、欸，米菲，你要铁剑吗？玩游戏不能伤人啊！哎呦，老师都很爱我，好不好？我有剑，没关系，我拿剑就好啦。对，你有剑，你有剑，你有剑。我快死了呢，先不要给我去死一下。我你继续挖石头，米菲，我们都知道你有剑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去死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生命诚可贵。挖一下矿，身体拔不能随便死。巧克力来，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来了。巧克力在哪？我要去对付他。矿坑啊！哎、欸，你们两个人，是我们家在那边。亏我偷袭一个了。我、哦、还在这里。谢谢好啊，那我就在这里。你先把钟拿走啊，没关系、啊。我在挖。老妹，这边还有。老妹，妈妈说那个核心很难看，快去挖。哦，是哦。我操！我被据点了、嗯，你看我妹就是这么的凶，我天，并不是第一次哈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他恰北北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又没什么不好的。你要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你走那边会有明条啊！你在傻。救我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我就要打赢他了，我打了赢后，你不用来啊！谢谢你。不行哦，这边两个女的，就我一个靠我一个保护呢。哇塞，好 man 的感觉哦！你就哭吧。哈基，你该丢一点红萝卜。不是，你知道我们实况台都怎么讲的吗？我那边实况台说，哎、欸，男生对女生没错啊，靠。好、哦。对啊，学姐不是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学姐，学你妹！突然想起来，你是学姐啊，阿基，
嗯哼，我来做一点别的事情。抱着干嘛？别只会这样讲话吗？他只是不性别。哦，错过这种直属学姐，我就吓。我没有遇过。嗯哼，你就叫他，哎、欸，学姐，学姐，然后就回你。嗯哼，嗯哼。